两条四条啊，五条啊。我条啊，有。我个条有，我个条有啊。无啊无啊无啊。我四条，他条在无啊。这个算吗？这个是无啊。四条，无啊无啊无。我你真客气，我再讲。来，无买着的人家无要紧哦。来，意大利面加五块。来，头条一千块，八百。来，无买着的人家，你别换意大利面。哇，意大利面五明太子，五番茄。好，来，慢慢。来，还有一个青酱。啊、哦。来，有人要吃意大利面的无？先给钱的怎样？三百哦，你一百哦。意大利面有人要吃无？一百块而已。有人要吃意大利面的无？一百块俩，一百块。你要啥？菜头粿两包粿，一包。人要吃意大利面哦。你要上面酱，白酱最好吃。啊？青酱。青酱。青酱全一包。青酱全一包。你要？随便。随便配。你要上面酱？送我一包呀。做人要意大利面嘛，三包一包好俩。啊，兄弟。到位了。你看，你挂嘛就。那等你做到了。啊。蛤蟆干不？蛤蟆给不？你那豆腐买着脆皮虾仁卷，人给你买这样。这顶块拢有啥？这鲜汁卷，这嘛是虾仁羹。这是虾仁。三百五百，买两块这煮啊，它无够。这会当煎，会当煮，会当炒。包括讲这会当煮火锅，你看南梅皮甜不辣好吃。先给钱的先苗，一百块。来一百块上面吃，那个虾仁羹一百块，一百块。来两分，来两分。一百上面一百块了，这个鲜汁卷啊，一百够买来无？给他们煎，给他们煎。最后一个一百上面无啊，拢来啊，一百块。春节的一百块上面吃啊。五六五六五，上我家。大家最后一个好无？哎，你那两包花枝，嘿，花椒鸡的电话吧。三包里头，我做三桌。哇，煮的啊！来，过来，三包鱼了，凊彩。你搁加一个100-100的物件，就是你加了不讲台湾话。小鱼，你这老贵哦，卖袂当卖上三百了，好袂歹，这无紧啊。你也加不讲台湾话去了，你买啥？蛤蟆，滚了。来，蛤蟆提钱的，蛤蟆提钱的。现在我不管了，钱交蛤蟆提钱的哦。再来，你先投钱的，再来钱，先来投钱。你也上面，我两包。好啦，你这先给我分分咯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还到了吗？来，我直接。你包我，包我包的哦。我着急。唔免啦，起来啦，我可以分五分钟我落来。蛤蟆够人提钱无？提着的。我提了，我落。我无只蛤蟆，现在煮嘛。我见啦，来啊，多少几贵啊？我见啦，现在煮炒炒一只啊，煮汤哦。太好多了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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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阳这边。来，最后一箱吗？你去骑一路去，骑一路什么迄个回忆堂去。你后壁无什么入包，啊，了钱的骑去啊，了钱的骑去啊。回忆堂要骑无？等下，我做无去。来啊，真正了钱的啦，注意些，无甲你骗的啦。我叫来卖了无好啦，卖了无好调车啦，不是我专门叫这路物件来卖你啊，是恁要叫来好物件，结果卖甲调车啦。185嘛 ，CH 板件啊，有我给你家己看啦。我叫来啊！我甲几间公司叫够一包的，我调三支吧，这是第一支啊，调200几啊。这185的板件 CH 板件咯，这你凊彩煮落啊，你要煮火锅、寿司，走要安那煮落，我食要炒嘛好食。啊，来我来讲，啊这甲3月30日尔，恁当去食食了，要补外汇。我若花了计较，你若外口买会着，饭会着，我十倍甲你回收倒来，卖了解无？讲了钱了钱，一人加三包同样，三包这个油你家己看，185的大品牌，才有写185的。啊，我叫来卖了无好无紧，起来才提醒互你，唔免千免八百，三包总比先加钱的重要。300了，来300块，好行两个，家己给咱吃啊。好行两个，我有做，真欢喜啊，三包185的。无人提这了你啦，你相信我啦。后壁来两个。我这个油你家己看，这个油你家己看啦，唔免跟我介绍啦，三包。三百块买来无，其他只无啊。哎，做阿条鸡胸无，真贵哦。恁家人要食啥？我客气，恁若无，我就收起来，卖免讲啊。这拢俗，这拢贵的物件啊，这拢足贵的啦，这哦。老介意我话，有人要食这包无？黄椒伊看，有人要食这无？伊这就是用迄个黄椒伊看哦。这外口寄一包超过1000块啊，唔免七，唔免八，先给钱的三包，哪要吃哦？300块，来收。
啊，咱们吃这包玉炸虾饺哦，凤梨虾饺几只？你阿两块？来边啊！来边包，来边包去。来几啊？几楼啊？你那边包你讲，我请几啊？你那边包？来一包。几啊？几楼？咱们吃哦。两百二。我两百几啊？几的哦？你吃了当时那一包袂你吃，袂你几啊？几？你吃了你就知影用几只大大虾来做的。我两百也无几啊？几？收。然后咱们吃台式咸猪鸡包，我客人嘛甲你介绍一个，无袂要紧。这一包鸡肉鸡啊，我两包五百，鸡啊五百，唔免我你开五百，唔免我你开四百。买一包送一包，先给钱的鸡啊，我送你吃。我两百吃台式咸猪鸡包，鸡啊包。来，我来叫你收车了，一包送来一个。来，啊，这车上面我哥，我包你。来，哦，这箱我也卖，有人要吃这包无？长阳鸡腿块。对啊，一箱啊。规包拢鸡腿来做，鸡腿腱来做，你家己看，规包的拢鸡腿腱来做，一包一公斤，外口只要五六百块，唔免啦，先加钱，两包上面吃两百块。有人要吃长阳鸡腿块无？两百块。有啊，吼、啊，谢谢，来感受，去咱底落去。来，阿叔，帮你倒收。来，他进一包啊。炒下起来哦，来，够垃圾，这股我千万莫搞垃圾，足贵的。真好，来，姐，你做那个准备上来一碗汤，我陪姐，大家坐坐坐过来呗。柠檬赤小腿，啊，这来啊，这好的恁炸上去啊，好的恁炸上去。对了，到新的人可以吧？是啊，哎、欸，我老公，哎，从我的朋友那我听到，我介绍，啊，无我一届机会，我介绍一届好无？来客啊，只好我介绍一届，给两个知影了嘛？我提我这边个啊。来啊，客官，我来介绍一届，无介绍无机会啦，有介绍就有机会啦。我搞秘书业务同款啦，你无介绍，你要你也知影伊这台车偌好。我甲你介绍一届啦，好无？听好啦，无足侪钱个啦，两千、千五免啦，一千块尔啦，一千块，啊，一千块内底有啥物？有一包。这退冰的当吃，这免煮，白醋南梅就好吃啊！这包叫狮子座白带肉，内底五粒，然后像我比的这大粒，干呐，叫饭你吃到变的，这顶三啊米，啊、哦，这包叫巴沙，比雪梨的巴沙油拢无是，一支是拢无，大支小支拢无是，当然都是我家人按照煎炊，哦，季节做红烧糖都拢好，一包卖讲真辛苦，一袋炊起三百几块，三袋炊起真轻，这一包一公斤，我来水饺你吃看卖，每一只水饺内底拢一只虾啊，这包够哩，安尼一千块啦。你若买一千块一包啊，这个日本料理是面包虾啊，一包搁十二一千块啊。你搞买一千啊，一包猪脚汤的香滚配饭啊，一包鱼啊白，一包搁赚一千啊。一包叫干贝麻油鸡啊，内底若无超过十条鸡腿肉，我自认你啊。内底干贝若无只大粒七八粒，我自认你啊。一包卖讲五啊五啊，一千块啊。一包五公肠旺啊，内底有豆腐，有鸭花，上条有大肠啊，用我小搅拌真正有够好食。啊，这小块会嫌啊，一包鱼啊五啊，一千块差不多吃一千啊。一包鱼香肉丝啊，内底一个奶牛蛋拢煮起，加落你的水内底，水滚起来，煲起来，交几落当吃啊。一包三人份鱼啊无？一包叫迄个鸡肉薄饼啊，底有十袋，蒸起来就怎样咧？十袋啊，这一袋五十，十袋就五百啊。加两块好食，一包够哩，一千块有人要吃无？一千块，你若甲我买一千啊，我讲的拢属实，你等下主人啊，我一句好笑，全部给他退钱。一包叫虾仁鲈鱼酥。那底全部拢黑银规只，那无你家头啊，绝对唔是嘴巴，绝对唔是嘴巴，拢黑银规只。来，只要只要三百块，这盘都你用的，我只要佫送你。这盘你拢搞起上去，卖你一千块。啊，这只龙须啊，你搞起上去做三杯，这只干来去油中路，你搞做三杯，这只四百几条。安尼，一千块三杯吃，一千块有人要来无？一千。这只鲍鱼汤用白醋吃吃，这只够哩。一千块有人要来无？一千块。一千块有人要吃无？一千。一千块，收钱一千，一堆一千，你只能免考虑啊，买袂到啊，哪会买啊？免经过考虑啊，一堆一千你要考虑啥？买袂到啦，真个啦，无解好笑啦，做会好个啦，一千啊，分落啦。一千块你食几礼拜？你偌好食？我来讲啊，还佫两盘啊，一千块佫买来无啦？一千块啦，够人要食无？一千啊，你敢买考虑吗？一堆一千敢买考虑？再买无一千？再可能买一千啊，真个啦，大你袂无？买一盘都要猛吃啊！真个好物件，无给你送人啊！个买来无？还佫两盘，一千个买来无？你若介绍一摆卖一盘，我嘛真欢喜。恁爸，你两盘车同恁爸真正读到小白，
家人在看十二米的草的。哎，这对家就好。收钱收钱，还一分还是的，别再用啊，家人。哦，来，紧下来包下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你盘啦，看他买买啦，是清明啦，清真正无正多啦，是清高呢哦。是清看他买坐咧舒服的，真正，好食啊，真正啊，全部拢高级的，你考虑啦，过年啦。对啊，一批盘一千块买也剩一半啊。像你盘一千块买起来啦，一千块啦，我搁考虑啦，真正啦。好啊，谢谢啊，感谢你啊，我能够请到你真漂亮客，我刚刚为着盘，一个咧睇下十六个，不要搞啊，来，走啊。感谢您啊，真的感谢啊，我做好表。